以给你，不要在我的面前说甜言蜜语，我会一次爱上自己。总觉得思念无罪，总觉得不输给谁，常对着镜子陶醉，开心的无法入睡。总觉得世界很美，难过也不翼而飞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喂喂喂，多谢，手机怎么断了呢？许小美，你不要这么无聊好不好？你干嘛打电话给我啦？那天不是有人说不想交往要整他吗？怎么今天有人好像春花朵朵开，喜欢上他咯？我没有，是吗？有人口是心非哦。哎，你也帮帮忙好不好？他是黑道，哎，天天跑路是不会天长地久的，好不好？我才不会喜欢上他呢，我才不要当黑市夫人。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感情呢，就要像我和法兰克一样。我对他这样默默的付出，正所谓细水长流嘛。哪一天我们相互……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哎，我要睡了，帮我关灯。关灯就关灯，你以后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。总算有你的消息了，真好啊！吃点零食来庆祝好了。嗯。穿过的袜子里面的选回来的啊，怎么会？哇，妈，
冰箱大到可以容纳我进去避暑哎！啊！还有回音哎！哎呦，拜托，有回音算什么？这个还是变频的，像我们冰箱啊，常常这样子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。我告诉你，里面的食物啊，绝对是粉冷粉新鲜，而且它超省电。哇，妈，你好会介绍哦！哎呦，妈妈以前是室友时。下面等一下。我早上买了很多蔬菜水果，还有鸡鸭鱼肉，怎么都不见了？有小偷！妈妈，有小偷！最近真的很奇怪，我们在变魔术一样，东西一样一样不见呢。哎呦，会不会有什么外星人入侵啊？什么外星人啊？我看根本是变态，因为这种纯情少男内裤都要偷，一定是变态，一定是变态。我最倒霉了，辛辛苦苦存了5000块钱啊，现在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徐小明，过去。徐董，暗看谁家哦？老实说，钱从哪里来？你要做什么？没有啦，那就是哦，你平常哦，给我的那个抽烟的钱呐、啊，那我呢很省很省的抽啊，然后一点一滴哦，辛辛苦苦存了很久啊。本来想说你过生日的时候买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啊。哦，买小礼物哦。那请问一下，林祖玛今年几岁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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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连我几岁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帮我过生日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你没天良哎！我再我给你们几块，我给你谁杀哎？你猜不？好了，不要了，好了。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先急着算账嘛，现在应该是把小偷找出来比较重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对，算了。这个贼的癖好这么怪，应该不是我们自己家人吧？小明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们自己人呢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能怀疑自己人。我没有说。你们都在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方明，来来来，龙大姐，我这个人啊，就直话直说了啦哈。自从你跟阿呆来我们家之后啊，我们家就发生了一些怪事。哦，嘿，什么事啊？我晾在外面的内裤不见了，还有我大姐房间零食也不翼而飞，连我二姐的沐浴乳都被人家干走了，还有啊。我妈妈买的满冰箱的食物都集体消失，对呀、啊。最后连我爸零用钱让被人家偷走。听你这样讲话的口气，好像是怀疑我是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来来，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来来来，来私人行李给你们检查吧啊。来啊，这是私人衣物对不对？你内裤被偷了是不是？来来，先穿我的。拜托，不要闹，现在不要闹，现在不是闹的时候哈、啊。我身为阿呆的好友，我可以保证，也绝对不是阿呆偷的啊。我跟你保证，因为阿呆以前偷东西啊，他是因为有强迫症的毛病，他不偷的话，他手会痒。但是我问过医生啊，医生说把他治好了。小明啊，去把阿呆的行李拿来。是。来来来，我跟你去，我知道放哪里。真的是误会，因为阿呆除了手脚不干净之外，我相信他原则上是个好人。你看看吧，怎么会有人笨到拿人家东西还放在自己行李箱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误会啊？我们家被偷的东西通通在他行李箱里面，枉费我跟他做了这么久的网友，他居然是个贼，我这根本是引狼入室嘛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这小孩怎么会这样子？平常看起来还蛮老实的。对呀、啊，阿呆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、啊？再是哦，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帮我准备那么多东西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吃不完了。You get out.
们在开玩笑对不对？谁跟你开玩笑？你这个小偷，我们家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请回吧。我，小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你别哄我啊，这个罪证确凿了，我看你就俯首认罪吧啊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滚！怪，怎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为什么骂我是小偷啊？不是嘛？这家人本来就怪怪的嘛。你忘了，那隔壁大伯父、大伯母不是对你蛮好、蛮喜欢你的吗？他们家还有那个什么五星级的豪华设备。走走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等一下，你干嘛了？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走掉，以后就算有理也说不清呢。嗯，不行，我要跟他说。别，千万不要啊！人家现在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讲就越描越黑嘛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嘛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爷处嘛。哎，隔壁啊，也就这样了。对呀，好好放松一下，享受一下啊，五星级的豪华设施哎，对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没关系，你摆这边就好了。那按摩哈，没关系，不用了，没关系。帮你哥，来，请吃点水果。哎呦，你老公容忍你啊？你切个水果，可以把手切成这样子啊？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方妮啊，你也体谅一下天宁哥跟小生姐嘛。你从早使唤人家使唤到现在，我看他们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哈。天明哥，啊，我有那么夸张吗？没有吧？小生姐，啊，我有这么不近人情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阿呆，我觉得是你太精了，人家天明哥小生姐啊，欢迎我们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累呢？对不对？是啊。哎，好了，既然已经有人说了啦，哎，那你就去休息吧，去休息吧。哦，哎，那贵人你也好好休息哈，不要叫我贵人了，叫我阿呆就好了。哦，遵命。好好好，那你们慢慢用啊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水果也拿走吧。哎，多休息啊。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呢。嗯，好。大哥，走。我好像没看过你们哦。不是大哥啦，我只是小弟。大哥上学去哦，请。服务。小明，大哥早。小明，你现在很火啊。我怎么了？少装算了，全校的人都知道了。你现在啊是校园风云人物啊，听说你不顾一切救了一个黑道老大，不但一点都不张扬，而且知恩不回报，这样的行为啊获得全校一致的赞赏和鼓励啊，就连我身为你的大哥啊，都觉得无比的光荣与骄傲啊。大家你们都知道啊，这是很保密，谁也没跟人家说。小明，以后咱们两兄弟走路有风了。啊，走，上学。啊，哎呀，像大哥样子啊，大哥样子。大哥，走，爸，挺出来，这大哥的风范嘛，对不对？走路要这样子，有点风的感觉，懂不懂啊？啊？不讲天，我是今天不讲天，怎么办？我什么都不讲，不要怕。我是今天不吃惊，你就别再来找我。到底要干嘛？
走开！我叫大哥。明哥，明哥，现在是黑道大哥呢。你说你多多提拔小弟呢。你大哥，你一提拔，把这两个落花流水，两次举证，黑道大哥，大江南北谁不知道明哥你啊？以后请走江湖，请明哥你多多提拔，多多提拔。明哥，多多提拔，多多提拔，大哥，大哥，多多提拔，大哥，闪一边去！就凭你家大哥，我呸！打我们两兄弟我干嘛嘞？大哥，大哥流汗了哦，我帮你拿来。小明哥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闪啊！好戏呀！大哥，中午吃什么？大哥，慢走！大哥，大哥，慢走！大哥，慢走！怎么了？中午吃什么啊？牛排。牛排没问题，不搞定啊！看什么看？滚来，滚来，滚来，全部滚一边去！莫名其妙。多大热了，是不是？完了，事情闹那么大，老爸老妈一定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小美这囡仔真嗨的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都几点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啊，妈妈又没有说强迫她一定要来够打，都讲好轮班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去哪里也要讲一声啊，不晓得妈妈会担心吗？够打够打，我也每天在那边够打。妈妈真的很 lucky。三个当中吼，只有你最贴心，最懂得妈妈，还帮妈妈哦分摊家务事。啊，哪像你大姐跟小明，哎呦，拜托，出去跟他胖点，回来跟他扣。所以哦，妈妈在想啊，我们这个摊子哦生意会好哦，你真的是第一号大工程哎。所以哦，妈妈对你有奖赏，哎，你喜欢什么，妈妈买给你。不管是哦什么化妆品啊，什么什么，你姐姐都不会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乖乖乖哈，你这个卡信我爱看妹。徐小丽啊，徐小丽啊，徐小丽啊，吼、哦，真正你啊无良心嘛！我以为你上有良心吼，会知影讲妈妈在遐顾大顾啊，足辛苦的安尼啊，气死我啊！这快走嘛，爱讲一声，无猜我拄仔咧甲你报几百步，你即嘛咧报去倒位去啊？干那我一个人只顾。小丽，真的很对不起，上回约了你，结果却失约了。你可以生气，但是请你不要不理我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怎么会？我怎么可能会生气呢？我哪一天根本没有去，我真没有傻傻的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嘞。那我可以再约你一次吗？想得美，你是黑道，我是白道，我们是黑白，是真血不两立。你不要枉费心思了，我们就是非常规矩的小老百姓，正正当当做生意。我爸妈不准我小弟加入黑道，所以我更不可能跟你这种黑道大哥来往。所以你以后也不要再找我了，小丽。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单纯也很可爱的女孩子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今天无论如何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因为我人在江湖就白痴我。我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了解内在真正的我，如果到时候你觉得我们不适合，再拒绝我也不迟啊。我保证我是一个提得起放得下的男子汉，绝对不会对你死缠烂打。天哪，他好像无间道里面的梁朝伟哦，那么犹豫的眼神，那么宽厚的笑容，真的是迷死人了。如果他是卧底情杀，不行，他明明就是个黑道大哥，我不可以爱上他的。梁朝伟最后射得那么长，刘德华的下场也很可怜，黑道是个不归路，不可以。对不起，我们两个没有明天，也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我们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，我不会再跟你前面了。再见。
小丽，你做得好，你做得很好，要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对，没完没了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动手！冷静一点。像从前，你皱着眼，皱眉头，不知怎么安抚太任性的我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这么热，你在干嘛？怕你热啊，所以装电风扇让你凉快一点嘛。好了，小妹，去卖点粮给大嫂喝，快点。哦。要嘛也是你自己去，干嘛突然这样下水？就知道你没有钱。好，喂，你想要喝什么饮料啊？难道你不知道饮料是垃圾吗？你想胖死我？那你要怎样吗？我要怎样？你难道是一个小木偶吗？要这样拉一下，你还懂怎么做？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阿飘。哎，你不要跟上来啊！再见。我最近真的很惨哎，没有见过这么难搞的女生哎啊！给她这个也不行，我给她那个也不行啊！她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是那个什么什么陈志贤啊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陈志贤，我也不是那个野蛮女友那个天牛啦！错了，我不是天牛，我不是。我记得有一次在福利社买东西的时候，去啊！你也掰个像样点的理由啊！眼球运动，好，这运动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做眼球运动，我没喊停的你就不要停。一二三四，向下左右；二二三四，向外左右；四起开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四二三四，我看不到。我看不到，大哥，我笑了吗？就连上课的时候专心看着老师听讲这件事情，他也不准呢。老师，对晕的伤害效果不大。虽然啊，杀伤效果惊人，但由于啊这些啊照应剂会差，是难以估计的后遗症哦。米大人好。喂，你上课不专心哦，想喝奶奶回家找妈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上课很专心哎。我知道。
其实我觉得啊，身材好的女生很养眼。你猜猜看，你那个老师他的卡片是什么？以我个人的推算呢，他应该是 F 卡。好，狐狸尾巴露出来吧，还真没看。是，正常的男人呢是爱看大胸部的女生，对不对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做我自己，不要再当牵牛啦！嗨！哇！大哥，劝你还是当迷你好一点啦。艾米是因为在乎你才对你紧迫盯人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啊。你烦不烦啊？哈，让大哥好好教教你。男人呢，有所谓的三草定律。什么草？第一草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办到过。哦，没关系。第二草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哎，这一点啊，大哥我可是一直铭记在心啊。第三草呢，叫做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回头草，我告诉你。艾米莉亚每天苦读我、压榨我、欺负我、虐待我，我告诉你，再继续下去，我受不了了啦！小心，我一亲别人，我跟你讲啊！哎呦，你到底在说什么草啦？连第一草都顾不了了，还说什么二草、三草？我觉得啊，对艾米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是我大哥还是我是你大哥？你是我大哥。那你凭什么教训我啊？对不起啊，你不想活了？那我们去吃冰嘛，哈，吃冰，不错啊，吃冰，吃冰，请上车，辉哥有请。辉哥找我什么事啊？辉哥说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请。真的黑道好酷哦！辉哥有事找你，请。开香堂，一百天，二百里，三拜爷，收香。各位，今天召集大家来这边，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已经通过管道跟阿明大哥取得了联系。这是阿明大哥的手谕，他交代，一切依照手令行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在座各位，可能都还不太认识我旁边这位小兄弟。他的名字叫做徐小明。曾经救了两次我们帮主的性命，非常厉害。所以呢，阿明大哥有特别交代，他说我们开香堂的时候，他务必一定要在场。那我想，帮主可能是希望我们给他慎重的一个感谢，那顺便在我们推举新人帮主的时候，再做个见证。谢谢小明哥。别这样。别这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真正救了阿明老大的是辉哥，而那天辉哥没有来，我可能只有等着跟阿明老大被别人砍的份吧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开始宣读手谕了。
即使帮众兄弟听命。徐小明屡次拯救本帮帮主性命，对本帮贡献卓越，尤其智勇双全，仁义兼备，实为不可多得之人才。即日起，任命徐小明为新任帮主。啊！全体兄弟应听从他的领导，不得有异议。凭什么？不得不理，他是帮主。辉哥，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？帮主，请指示。辉哥，不要这样叫我啦，我不是我们帮主。刚才帮内开箱，阿明老大的手谕，大家听得清清楚楚，说传大位给徐小明，要我们听从徐小明的领导。对啊，小明老大。哎呀，这一定有误会啦。你不是徐小明吗？是啦，我是叫徐小明，可是这当中一定有误会，一定是阿明大哥写错了。你开玩笑吗？这是老大错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今天的光线可能不好。不会啊，他这样做什么高级套房？那可能是他吃不饱睡不好，导致一时精神不济才会写错名字啊。这也不可能啊，监狱里面的伙食大家都知道很好啊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有可能是啊。阿明老大手谕写得很清楚，你救了他两次，他说你是一个智勇双全、仁义兼备的人，所以要传大位给你。这个我不是故意要救他，是要自己来给我救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见老大指明要传位给你，那你就给我做帮主的样子，不要让底下弟兄看笑话。走。辉哥。等一下，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回去跟大家说，我年纪小，胆子更小，不是那块料，帮助跟你来当啊。啊！不要胡闹了，帮主的事情何等重大，怎么说让就让呢？哎，辉哥，没关系，哎，这样不行，我有个 B 计划，反正我还是学生嘛，这样你又不让我当黑道，然后你就说我资格不符，当不了帮主，然后你再重新开一次香堂，再选个新帮主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哎呀！你会不会想得太天真了、啊？你用你即使帮许帮主，是玩小孩子的家家酒吗？唉，当家家酒，我宁愿当有救兵的小叮当，才不要当什么帮主。伟哥，伟哥，伟哥，啊！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，伟哥。来，我老实跟你说吧，既然前任帮主选定你，你就得万死不辞。根据帮规，除非帮主失职被罢黜，又或者是因故无法逝世，否则不得擅离职守。为者重刑伺候，轻则断小指，重则挑断手筋。像这样推三阻四，一直想绕跑。那我问你，你想要断手指头呢，还是被挑断手筋终身残废？辉哥，不要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看我的小妞妞，我不要。
大哥知道最近考试压力很大，可是呢，你连那种被逼上当黑帮老大这种故事你都编得出来，你哦，先天支持他就算了，还爱说谎哎你。大哥，骑虎难下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把我的话当放屁，你有没有良心呐、啊？哎呦，好了，哎，看你交代我大哥一身份上，来考试我罩你。嘿嘿，虽然只有五分，但是呢，这是大哥的心意，我挺你啦。大哥，我还多你65分呢，你的诚意我心领了啦。算了啦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帮派这种事情，你开开玩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整天胡思乱想，不可能是真的啦。OK， 哼，乖，乖。你看，你看，看看，像那边的两个黑衣人，有没有？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，一看就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啊！当不成大哥就不要跟人家混吧你哈！不是啊，大哥，他们两个是负责保护我的小弟啦。你发烧是不是？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家只是路过，路过而已。Please， 你不要再幻想了好不好，小弟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大哥，我没有幻想啊，说的都是真的啊。Oh my god！ 我叫什么？老大。你如果是帮会老大的话，那我算什么？啊？老大大？我老大个头啊！你醒来，你不要再想，不要再想啊！老大，是不是三点钟？三点方向。一有花堪折老大折，你不是要找背后灵吗？去！老大 ，Excuse me， 小姐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。因为呢，我妈妈说今天要打电话给我，但是呢，我等了一个下午，电话连响都没有响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的手机坏掉了，所以想要跟你借一下电话来测试一下我的手机是不是好的。OK 啊，你真是美丽大方、楚楚动人呢，谢谢。看一下啊，试试看。哎，好的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，帮我一个大忙。谢谢你，大恩难以回报。有空可以请你喝咖啡吗？喝咖啡啊？好啊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拜拜喽。拜拜拜拜，记得。喝咖啡哦！拜拜！小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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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，当当，老子出马，当场搞定。那个马子刚刚已经把电话号码输到我手机里头了，这一招把妹百试百灵哎。大哥，不是我爱说你了。身边已经有艾米丽了，就不要这么三心二意了嘛。Peter 的下场，你不要跟我提到那女人名字哦。你一提到我的火都来了，老子都还没当她老公哎，整天被她咄咄逼人的，夏北北凶妈妈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不要跟我提到那女人名字哦，你一提到我的火都来了，老子都还没当她老公哎，整天被她咄咄逼人的，夏北北凶妈妈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有没有觉得冷冷的？好像在那边。
安命令打打。你怎么变玩剑了？来来，坐着休息好不好？请啊。安命令打打，请坐。不用了，我现在才要去上剑道课，而且时间来不及了。你看看你们家大嫂，人长得这么美丽就算了，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，那光讲这个剑道还好，哈、哦，你看看谁呢，在出剑的时候像艾米丽这么有气势呢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小三在灌迷汤。我是说实话，没有灌迷汤哦，而且就算要灌迷汤，哪骗得过我们聪明伶俐的艾米丽呀、啊？哦，好啦。早在这里不是，我要上课了，小明白了，拜拜、啊、拜拜，阿明弟，达达，小心一点哦，哦，慢慢走，外面很多坏人，哦，最好都不要给我回来了，总算把那母老虎送走。嗯，谁打电话给我？谁啊？喂，哪位？哎，是你？你怎么有我电话？哦，对哦，我刚用你的手机拨，所以有通话记录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啊，你现在哪里？在哪？啊，对面。朱大伟。谁啊？在哪？在这里啊。朱大伟。在最叫人